哎，那你没去吃饭啊？我一想到要结婚了，我就没有胃口。哎，喜饼要3万，婚纱加拍照要7、8万，请客一桌最少15000起跳，红包加起来我们要请到差不多30桌。哎，婚戒还没有定。哎，这么多钱你不中个乐透怎么结婚啊？基本上呢，你已经算是中乐透了。你要想，哎，你只要结个婚就可以拿公司30%的股份，这样还不够啊？说的也是吼，听你这么说我又心情好过了一点。对呀，就把结这个婚当作是一种投资。